弟弟缴学费了。前几天啊，妈妈才打电话给我，说弟弟要缴学费，刚好可以寄回去给他缴学费，真是太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月的钱还没付啊？对，还要缴一些钱。刚来台湾的时候啊，我一定要付6000美金的中介费，我没有钱，所以啊，每个月要被扣9000元，我总共要付1.5年。当中介好好赚，这真是一大笔钱。还有啊，规定要给中介费每个月1800的服务费。有时候我真的会想，中介每次出现都只是要来拿钱，原来是这种服务啊。还有啊，每次啊去办居留证的时候都要付1000块，所以3年我要付9000块办我的居留证，剩下这些钱呢，终于可以寄回家给弟弟缴学费，希望还够。我剩下这些钱，这个月月经要来了，我要买一些卫生棉。哎，卫生棉好贵哦，钱不太够，到时候再看看好了。刚刚汇钱回去，应该要打通电话给妈妈确认一下，来去买一张电话卡好了。哎，那电话卡一张要200块，钱也不够。劳工基本工资微微的调涨，虽然远远不足以在台湾的生活需要，但至少调涨了。这些正在努力的厂工跟渔工们，还有很多的台湾劳工们，都面对着没办法养家活口，没办法面对自己的需要的状况。台湾的劳工生活很苦，但是咱们伟大的总统觉得不是问题，那些很苦都是错觉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要让劳动部长看到，不只有生活很苦的劳工，还有很多是当代的奴隶。这些奴隶们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建设打拼，这些奴隶们正在为我们带进孝道，在每一个家庭里。台湾的政府，潘志伟升上部长了，马英九继续当总统，完全不至于在台湾其实还有当代奴工存在的状况。他们不出来面对这些基本工资没有保障的家务工，就每天在家里流血流汗，撑着台湾的这个残破而且不堪的长照制度。如果台湾的政府没有来面对这个问题，台湾绝对不可以终老，台湾人没办法好好的养老，没办法好好的死亡。所以我们要台湾政府看到基本工资的保障要所有的劳工都一起适用。科长吗？好，我们这是印尼的代表、越南的代表，还有我们菲律宾代表，请劳动部的科长把我们这个陈情带回去。基本工资，要基本工资，要基本工资。